我是中国脑计划电子武器伤害人体实验电子武器伤害医疗防治人体实验品，我是个小白鼠。我所经历的这种遭遇，就相当于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受到了患有强迫症、偏执型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并且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的殴打和迫害。我的这种生活处境，就相当于在东莞的被打残卖艺的儿童。我半生没有固定工作，经常失业。从2011年到2023年，我已经失业了16年。我的生活非常困窘，我完全靠着我母亲的退休金在这里维持着生存。现在我的父亲已经86岁高龄，我母亲已经78岁高龄，而我的母亲在透析3种癌症的情况下又腿部骨折，家里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面对这种悲惨的处境，我等于是作为人体实验的小白鼠，像东莞的儿童一样被打残卖艺，录制了上千个视频。我希望看我视频的人能够给我以救助。我现在面对了经济的困难、生活的压力，还有2个老人，我真的是力不从心了。我自己本人已经50岁，我光失业没有收入就已经公开化的16年了。在中国脑计划电子武器伤害人体实验电子武器伤害医疗防治实验中，我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现在已经跟安定医院，就是政法委建下的这些精神病院，签订了服用精神病药物的协议。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到这种攻击，我必须要保护我身体的健康，医药费用是很高的，而我只有我父母的退休金，没有其他的一分钱。我现在请好心人伸出你的援手，在经济上给我以救援。我的电话是15601197619，我的微信号是 zhy721123。我希望好心人能够给我经济上的救援。我现在录制了几千个视频，就相当于打残卖艺。我的电话是15601197619，我的微信号是 zhy721123。谢谢好心人的帮助，我感谢您。我真的是力不从心，陷入了生活的窘境和困境，请好心人帮助我，谢谢。